平復咗㗎啦。因為其實我俾自己係開心喺嗰晚嘅啫，即係我自己都有諗，即係太太都有問點啊你，我話冇啊，即係因為依幾晚我都早收工，即係收11点、12点咁啊，翻到去都同太太有時間傾偈咁。太太問我點啊，我冇啊，我放低咗㗎啦。我覺得應該即係開心完㗎啦，要努力俾心機㗎。你咁嘅態度就正確啦，追個女真係想追多個嗱、啊，今次我攞咗呢個相咧，老婆應該冇藉口噶啦，唯一嗰攞埋喎，係啊，用獎換另外一個獎喎、啊，希望啦，希望可以，希望兔年有好消息啦，咪唔理佢啦呢單嘢，依次㗎啦，唔理個銀物頭啦喂，連呢個咁大嘅獎攞埋，你冇得拒絕啦啩。